首先我要好感激，好感激香港人，是很多位熱心愛香港的朋友來投票。當中我一定要好感激，就是我身邊的陶謹申，他冒著一個極大的風險來支持我，這個是一個很感動的扶持。我答應陶謹申，我會用我的行動，用我的政績來報答他。特別要感激的就是民主派的朋友，在一個最艱難的時間作出一個勇敢的決定。陳婉心、關永業、何啟明，他們都是我們值得尊敬，令我們能夠有力量努力守住泛民超區的三席。我們會加油。我亦都要特別感激的就是這一次投票是創一個新高，近200萬位市民投票，六成市民去投票支持泛民主派，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講給梁振英聽，他的霸道管治、他的社會的撕裂已經夠了，市民是給一個很清晰的訊息給他，梁振英不應該再連任。我亦都最後特別感激馬田、李柱銘、陳方安生、張文光，以至到我們很多很多位黨友，特別感激黃偉賢，是我的師傅，帶我出生的師傅。未來的時間，我終於會努力，加油！多謝你。我講埋先啦，好啊。我覺得咧好感動咧，因為今次能夠泛民贏到三席，係香港人贏咗，香港人今次選舉裏邊贏咗，我哋必須盡快重啟政改，實施真嘅一國兩制，香港先至能夠長治久安，市民先至能夠安居樂業，先至能夠一個和諧嘅社會。我希望中央政府能夠聽到呢個訊息，今次係香港人好清楚嘅訊息，係希望我哋嘅特首梁振英唔好再連任，唔好再折磨香港，希望我哋香港人嘅聲音能夠俾中央政府聽到，俾所有嘅當權嘅聽到，俾翻啲空間我哋香港人可以唞下，俾翻香港多啲空間，能夠可以發展我哋嘅活力。請中央政府係聽到香港人嘅聲音，香港人已經講得好清楚，今次係好憤怒噶啦。希望中央政府能夠聽得清楚呢個訊息，使到香港能夠有重新出發嘅機會。今日最重要嘅就係泛民能夠攞到三席，呢個係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去投票嘅人好清楚嘅聲音，呢個係最重要、最重要嘅結果，係香港人喺超選裏邊係贏咗，好清楚嘅聲音，所以我覺得咧其他嘢都係不重要噶啦。所以我更加要感激陶謹申，他們真的做到給我們一個世代的支持。而這一次最重要的是我們信任香港人，香港人投票是有智慧，也都成功對抗到一個中共強大的配票系統。香港人這次投票是成功令到泛民力保三席之餘，我們也都拿到一個不錯的成績，我們衷心感激香港人。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 is that the Pan Democrat got three seats. This is the clear voice of Hong Kong people to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We need to restart the political reform so that Hong Kong has a future, so that Hong Kong has a way to go and a good fortune.最重要就是泛民取得三席，香港人的勝利，是香港維護核心價值的人贏了，是香港很清楚的聲音。我們希望換特首、換制度，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最重要是泛民能够拿到三席，其他都不再重要，因为香港人赢才是最重要，其他都不再重要，这个是清楚的香港人的声音来的。如果香港人不能够赢到这三席，泛民不能够为香港人赢到这三席，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失败。但是现在香港人已经赢到了。